心气不够的话，你真的继续不下去。所以都到最后，生活虽然会压迫我们，但是你还是那个兴趣。有读者的支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跟他们做近距离的接触交流的时候，那是一种额外的一种满足感，漫画的那种满足感是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的。现在的漫画世界在维修已经算是比较蓬勃了，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。然后我觉得是很幸运，在这个时代我可以跳进来开始画漫画，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，每天一早起身就是画画。我是觉得马来西亚我们的创作人，不管是哪个行业的话，其实真的都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。